真的是新手运啊！小慧跟小兰，我们就来玩一下啊。没问题。现在你领先6000哦。我们有25万在这里面，只有6、7、8、3层楼，知道吧？游戏规则刚刚跟你说过了。来，领先的小慧先答后答。我先答好了。先答，小慧准备。好，请出题。凯撒沙拉命名的由来与皇帝御用早餐还是发明的厨师名字有关系？发明厨师的名字有关系。他是厨师的名字，请揭晓。真是啊，哎呦，厨师叫凯撒哎。来，请选择。好，7楼之4。7楼之4。他今天运气很好哎，还可以了。14000。我要。要。进账，现在差20000，很好。苏梦兰准备好，请助理。荔枝肉命名由来是因为其长得像荔枝，还是杨贵妃爱吃？长得像荔枝。长得像荔枝，请揭晓。厉害，请选择。8楼之6。值多少？8楼之6。6。8楼之6，普通，13500，要什么要？啊，留。留，进账。两人的落差来到了6000-7000左右。小慧准备，请助理。其实里特色双茄面，它的双茄指的是大小番茄还是番茄和茄子？番茄跟茄子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好。Sicily。7楼之1。7楼之1，小慧蛮利落的，普通。11000，留不留？留。确定？记账。你们来过这个节目？是，我看过这节目。当然。保留不该保留的，或放弃不该放弃的，输。苏梦兰还有一次机会，准备，请助理。英国美食苏格兰蛋是将蛋混合绞热之后火烤，还是油炸？油炸，油炸，请揭晓。非常好，厉害。现在目前落差18000不到，请选择。6楼之3。你还能还有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还是可以继续。当然。你还有16秒呢，至少还2题。好啊，那你最少还有2题。真的啊，那就继续好，反正可以玩一下。请出下一题。金门高粱与妈祖老酒喝着是属于白酒。金门高粱。请揭晓。送分送惨了。哎，干嘛？我不太喝酒啊。妈祖老酒是黄酒，你知道？很多人不知道啊。真的。来，请选择。8楼之2。8楼之2。哦，你都很高哎，15000哎，哇！哎，那到底有没有比15500高的？有2万。哦，有2万。至少有2个。好好好，那是2万的至少有2个，3万的搞不好有1个。是哦，那就好，再赌一把。苏梦兰的最后一题，请助理。牛杂当中的牛沙瓜是牛的胃还是肺？肺。请揭晓。哎呀！牛胃不是叫牛肚吗？牛沙瓜为什么要叫牛沙瓜？它有4个胃，哦，所以其中一个胃叫牛沙瓜哦。49000，运气真好，来恭喜小薇获胜，辛苦你真厉害！哇，送给无敌新手运的小慧什么礼物？哇，送给你的礼物很棒哦，是辉夜良品 iBuy 的爱咬咬厨余机，你不吃的通通给它咬，椰子、螃蟹、坚硬的食材都 OK， 130度的高温杀菌率达到99%，环保爱地球，厨余压缩率90%，少量的厨余只需要1小时，每小时不到3块钱哦。送给你很好吃，啊，好赞！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在哪里？别忘了周六周五。每天晚上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，再见，拜拜。太棒！那就这样喽。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全新赛事，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。